我那个朋友要看，所以我给他们。 他要来上海，所以他来上海的时候，我告诉你。我要去韩国。<笑>他会不会中文？不会。那我？他会学英文。那我只会一点点英语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那我？你得练韩国，韩文，韩国话。我不会英文，还是没用。不会，英文不错。 今天九点开始吗？